有一个好可爱的白字故事，我们来看一下下。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它的标题叫做 John Lennon's Ghost。 谁是 John Lennon？ 你真的不可以不知道。你讲 John Lennon， 大概外国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知道的。就像我们如果讲说，我们讲说历史上有一个什么宋徽宗啊，你至少听过，说不定你不太知道宋徽宗排在什么地方，但总之你知道是宋代的某一个国王，对不对？那 John Lennon 一定都知道。那他是很现代的人，他就是披头士的其中一个，我们中文翻译成约翰·兰农，连五月天都写过一首歌叫《约翰·兰农》，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好 ，Anyway， 所以这个故事名称叫做《约翰·兰农的鬼》，那不是啦，其实不是鬼，这真的很可爱的一个故事。我先读一次给你听。I once went out with someone whose bath was haunted by John Lennon's ghost. The faint sound of songs he never got to finish came through the pipes. The quality was a little better than bad radio.But you could tell who it was. My girlfriend stayed in the water until her skin was puckered, serenaded by the spirit of a dead beetle, while I waited. When the landlord raised the rent too high, she was heartbroken. She spent weeks talking back to Lennon's ghost, saying where we were moving, begging him to follow. But the new bath stayed silent. 啊，好可爱，真爱上这个写作的人了。来，所以他曾经呢一度 went out with someone whose bath was haunted by John Lennon's ghost。这里有 went out with somebody， 不是很单纯的只是跟他出去。像我如果今天说，哎，有个女生她叫做 I don't know Jessica， 然后我就说，哦 ，Jessica and I we've been going out。你说，哦，这什么意思？我们在约会。OK， 好，我们在交往。OK，so、okay, if you go out with somebody， it could be implied， right？ 但你们是哦，就是你们是在。You're dating. You guys are dating. 啊，而 dating 也不是就是约会，它就是交往这样子。但你如果说 go on a date， 那就真的只是约个会，没有交往。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今天先不讲了。So I once went out with someone whose bath was haunted by John Lennon's ghost. 所以他的 bath， 这 bath 什么东西啊？就他泡澡的地方，简单的说。OK， 当然你如果要讲泡澡的浴缸，那个澡盆，那就 bathtub， 加个 tub 在后面。好，这个标题还没想出来哈。好，所以 bathtub 这样子，所以 take a bath， 我泡个澡。那淋浴是 take a shower， 这是国中就学过的英文。OK， you can take a bath， you can take a shower， 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好，那这个 haunted 呢，这是闹鬼了。好，但不要说一定是鬼。像如果说今天你跟一个女生开玩笑，好，你今天梦到我会去梦里找你的这样子，那一样。I will haunt you in your dream. 那我是鬼吗？我不是嘛。所以这个 haunt 就是被一个东西给困扰着这样子。OK， 而且多半是比较接近那种 supernatural 的东西啦。简单的说，好 ，Anyway， 所以他说他的澡盆呢，或者说洗澡泡澡的地方，被约翰·兰农的鬼啊闹着这样闹鬼了。那下一句就说 ，The faint sound of songs he never got to finish.Came through the pipes， 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些资讯。Faint 就是模糊的、不清楚的 faint。OK，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约翰·兰农的这个声音，反正他是唱歌的嘛，你知道，所以他的声音就是比较有一点点哈、哦，不太清楚。那什么东西的声音呢、啊？后面讲 of 接下去 of songs that he never got to finish。所以动词其实是后面的 came。The faint sound came through the pipes， 这才是它的动词 came。那后面这个 of 后面接的则是他没有完成的歌，所以这个约翰·兰农唱着一些他没有完成的歌，而且这个声音就模糊模糊的，而且是从 pipe 传过来的 ，came through the pipes。你可以想象这什么状况了吧？这根本不是闹鬼，这就是某个邻居洗澡的时候唱歌，而且洗澡的时间正好跟。他女朋友洗澡的时间是重叠的，OK， 所以女朋友就会听到这个人透过了水管在唱着歌，而且你也知道他唱的那个歌根本就不是披头士的歌，是他不熟的歌，所以这个人唱歌的风格就是一个乱唱而已，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灵魂，唱着高兴的一边洗澡一边唱着歌，然后被邻居听到。好 ，So the faint sound of songs he never got to finish。So he never got to finish. 他没有机会把那些歌完成。好，未出版的歌，未出品的歌。好 ，came through the pipes.
那清不清楚？不清楚。The quality was little better than a bad radio. 那这里他没有讲 a little better。如果讲 a little better 就是比后面这个好一点，但没有，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跟后面那个东西差不多一样烂。好，所以 quality 就是音质，音质跟一个收音不好的这个收音机，收讯不好的收音机差不多一样烂。So the quality was little better than a bad radio， 没问题，但你却真的可以听出来就是他了。But you could tell who it was， 这当然是浮夸的，怎么可能是 John Lennon？ 一定就邻居，而且。当你的声音传过那个 pipe 以后，谁听起来都一样，对不对？好，然后呢，他的女朋友怎样 ？My girlfriend stayed in the water until her skin was puckered。所以他女朋友就因为太爱听了，泡澡一直泡着，泡到皮肤都起皱了。所以这边这个词 puckered 就是起皱了，这样子是一个被动的形容词。所以留在水里，泡在水里 ，until her skin was puckered， serenaded by the spirit of a dead beetle。这个 serenade 是什么？这个词真的很有趣，它就是一个原形动词。如果今天你要把那个后面 d 拿掉的话，那这个 serenade 呢，它的意思就是主词拿去主词对着受词唱着歌，献唱一曲的那个献曲的概念，所以我就直接打献曲吧，不是这个献真是烦，献上的献，所以献上一曲 ，OK。好，所以他泡在水里，皮肤都泡皱了，然后就背着一个死掉的披头士呢，献唱着，很开心着，这样听懂了哈？所以 serenaded by the spirit of a dead beetle， 这个 dead beetle 就是死掉的披头士成员，的确没错吧？总共有四个 beetle 合在一起就是 Beatles， OK 加个复数。那我都觉得披头士的这个团哈，我们当然中文翻成披头士，可是其实。它是另外一个字的谐音哦，所以故意取谐音的一个团名这样子 ，Beetle， 后面这个 Beetle 就真的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甲壳虫，所以他就把 Beetle 的甲壳虫 B-E-T 改成了 B-E-A-T，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 clever 的取名字的方式，因为 B-E-A-T 这个字，你当然可以理解它是打啦或之类的，打小孩啊，打敌人哈之类的，打 beat， 打赢人家都可以用 beat 这个字。可是在音乐的领域里 beat 这个字就是拍子一拍两拍的那个拍 OK 所以 four beats 四拍这样子所以因为他们是搞音乐的所以 beatle 这个字就真的取得非常的有趣所以中文翻成披头士可是我也看过把它翻成甲壳虫乐团那也就是因为它谐音的关系就干脆把甲壳虫当成是它团名这样好 anyway 所以它是一个已经死掉的 beatle 据我了解好像现在只剩一个 beatle 剩下来就是 John McCartney还是我记错了，应该只有他没错，还是 Ringo Starr 也还在，忘记了。好 ，Anyway， so serenaded by the spirit of a dead beetle， 所以他是一个被死掉的披头士献唱着，而这个写的故事的人就在那等 ，while I waited， OK。那 when the landlord raised rent too high， 那我们下一个知道，下一句知道了，故事的发展就是，房东啊把房租拉抬上去了，所以当这个房东提这个涨房租涨太多的时候。那他的女朋友呢？负担不起，就心碎了。So when the landlord raised rent too high, she was heartbroken. 然后这个女生花了好几个礼拜，一直试着跟那个约翰·兰侬的鬼魂呐、跟他沟通，告诉他他们要搬去哪里，求他跟我们一起搬来。多可爱 ！She spent weeks talking back to Lennon's ghost. 听懂哈？所以 talk back to him 这样子。Saying where we were moving， 告诉他我们要搬去哪。Saying where we were moving， begging him to follow， 求他跟我们一起走吧。但是这个新的澡盆呢，就一直保持着沉默着，没搬来。废话，因为那邻居本来就住在那，你怎么可能？而且他在那边叫，他也听不到。他听起来说不定也像是一个 John Lennon 在唱歌。你都知道了，就是经过那个水管传的声音，不可能太清楚了，对不对？Please come with us， 可能就只变成了 ，right， 听不到的。好，所以多可爱的一个故事，来，我们再读一次给你听。I once went out with someone whose bath was haunted by John Lennon's ghost. The faint sound of songs he never got to finish came through the pipes. The quality was a little better than a bad radio, but you could tell who it was.
My girlfriend stayed in the water until her skin was puckered, serenaded by the spirit of a dead beetle, while I waited. When the landlord raised the rent too high, she was heartbroken. She spent weeks talking back to Lennon's ghost, saying where we were moving, begging him to follow. But the new bath stayed silent. 结束。 All right. 好，真的很可爱的一个故事，希望你喜欢。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